今天我们大部队去逛街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一排都是我们家人，宝宝在最前面打头阵。周天，周天，谁抱着呀？这婆婆着哟。啊，理都不理我。你看，这是两个小舅舅都喜欢抱宝宝。宝宝，小舅舅抱着好玩吗？看，今天我们收获了那么多，都是我妈妈的，我们都没有买，就我妈买了衣服。现在要准备去吃饭了。爸爸，走了。跟爷爷拜拜。拜拜，爷爷拜拜。他都不想去了，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爸爸，爸爸，你和奶奶拜拜，和姨夫拜拜了。在梦溪。在梦溪。在这抱爷爷抱你，俺先把你孩子抱在梦。看到地道给他们吃呢。拜拜，姨夫拜拜。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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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嘉玲，怎么了？上次你们不是买了衣服跟鞋子吗？穿出来看一下。妈妈买了衣服，我就买了双鞋子。拿出来看一下嘛，也，我都没见到你们呢。好的嘞。来，哎呀呀呀，不用了，我等你。听话，听话不？你听话不？不听话我烦死你了。这个是妈妈买的衣服，等下我偷穿一下啊。你自己没买是吧？我没买。这个是我买的鞋。因为没钱。你觉得这鞋子好看吗？这鞋还可以啊。我穿。这鞋增高十厘米。哎呀，讨厌。这哪里增高十厘米啊？五厘米左右吧。没有，这就是平常的鞋子。这平底鞋好不好？真的是。挺好看啊。哎呀。穿上瞬间高了不少。哎呀，你怎么老是说这个嘞？看，好看吗？可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鞋子还挺漂亮。好看吗？你看妈妈买的新鞋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你才多少钱？200块。200块，我可以买4双。50啊？59块钱，这么便宜吗？真的，好看吧？那不知道质量好不好哦。好，肯定。这么便宜的鞋子，我要配上我妈的新衣服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嘿，你笑什么呀？你妈妈在试新衣服，你这么开心啊？这是妈妈的新衣服，我来偷穿一下。偷穿了妈妈的衣服的那个了。你妈妈在偷穿你外婆的衣服呀，宝宝。好看吗？可以，好看。大了，这件衣服我本来挺喜欢的，我穿大了，然后我觉得我妈穿也挺好看的，然后她就买了。还可以啊。吧，嗯。还可以吧？嗯。别让我的新鞋子帅吧。这个颜色可能在晚上看的不那么亮。哎呀，淡紫色。白天应该亮一些。嗯。可以啊，这一套。可以吧？你衣服多少钱？衣服啊，衣服我忘记了，衣服是妈妈买的啊，我只记得我的鞋子，59块钱。宝宝，我帅不帅？我好不好看？他好开心哦。要不要我帮你买一双59块钱的鞋子？不用了。我觉得我这鞋子挺好看的，是还可以，造型还可以啊。我看质量也还行啊。质量得穿过之后再说。他都说摇头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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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